大家好，我是 David， 欢迎收看 ECT 的 Channel。 Noble Audio 一直以来都为声音贵族提高最好的音乐体验，不论是有线定是无线，只要是 Noble Audio 推出的产品都必定所属佳品。而今次就同大家介绍它全新的发烧级蓝牙耳机 Focus Mystic。 在开始之前，如果你想收到我们最新的音响产品资讯，就记得要 Like、 Share 和按住订阅钟仔。先同大家介绍一下 Focus Mystic 充满神秘感的外形设计。充电盒采用蓝黑配色，盒底有四粒 LED 可以反映实时电量。金属充电盒的设计有效抵御油脂污垢，令到机身保持洁净。打开充电盒的时候，就有如打开魔法宝盒的感觉。而大家都知道 ，Noble Audio 一直对于自家出品的耳机有着极大的执着。为了可以令到 Mystic 的神秘感更强烈和突出，每一块面板都由 Noble Audio 的团队通过人手绘制而成。深蓝色的面板衬托住蓝白色的线条，更令人联想到强烈的魔法感。而耳机外壳以 3D 打印的方式制作，符合人体工学，重量只有 7.5g， 即使长时间戴住亦都不会有过重的负担感。同时亦可以填满耳仔，利用被动降噪的方式将噪音隔绝。在单元设置上面， Mystic 就用了 8.2mm 导态振膜动圈单元去涵盖低频和中频。由于导态振膜拥有较高硬度的特性，可以有效减少失真度，亦可以提高声音的密度。而两粒 Nose 的动铁单元就涵盖了中高频和高频。调音方面更由主理人 Dr. John 全力设计。众所周知，即使运用了相同单元的设置底下， Dr. John 都有能力将它变成一件与别不同的声学作品。就是因为这样，令 Dr. John 被外国媒体称为 Wizard。 而经由 Dr. John 进行调音的 Mystic 低频量感上会极为充沛，中频细腻，高频具有透彻力，分析力和乐器都有相当不错的表现。除此之外，作为一款发烧级蓝牙耳机，除了人手绘制面板和高品质调音之外， Mystic 采用了拥有稳定连接和低延迟特色的高通 QCC3040 晶片，可以支援蓝牙 5.2 之外，亦可以透过 AAC、SBC、APTX、APTX Adaptive 进行档案传输，令到一众串流的用家可以享受更高品质的音乐体验。同时，耳机里面就配备了高品质的音频接收器，令大家打电话和 online meeting 的时候都有更出色的通话音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拥有最正的声音体验。有咁强大嘅技术支持，相信大家都想问，电池嘅消耗就会唔会好大呢？ Noble Audio 今次就藉住由 Focus Mystic 就同大家讲，即使喺咁强大嘅技术底下，只需要充电一次就可以为 Focus Mystic 带嚟7.5小时嘅续航能力。充电盒电容量更达到500mAh， 可以为耳机提供4次充电，唔单止可以涵盖你全日嘅音乐需要，仲唔使成日担心耳机会出现唔够电嘅情况添。Focus Mystic 的声音相对靠前，低频力量充沛有回弹感，而中高频的细节清晰，高频明亮有良好的延伸性，不会令到它有刺耳的感觉。亦因为用了混合单元的设计，它可以涵盖更多声音的频率，互相配合之下就为大家带来丰富的乐感。对于一些喜欢追求节拍度的声音贵族，相信会是一款相当适合你的蓝牙耳机。大家只要轻轻掂住机身的触控面板3秒，就可以对耳机进行模式切换操作。你还可以开启手机应用程式，设定不同的操控手势，令到 Focus Mystic 更容易配合你的生活需要。应用程式里面亦配备了多个不同的 EQ 功能，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音乐、不同的曲风特色去设定相对应的调音。想自己调音的话，还可以在个性化模式进行听力测试，调配合适的声音。而大家亦可以透过自定义模式入面对频率进行正负12 dB 的调整，提升耳机的换味性和声音的配合度。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对 Focus Mystic 有些小心动，而它的建议零售价就是2980元。如果你都想要一对具备发烧级音色和独一无二的面板设计的真无线耳机，
Focus Mystique 絕對是你的不二之選。有關發售詳情和更多的產品資訊，就記得要留意我們 ECT 的社交平台。我是 David，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